100块。它在拉伸。里面有头发。Yeah, 透明的绿色。今天我去吃 Mr. DIY 麻油，一块钱的史莱姆，十块钱的史莱姆，还有100块钱的史莱姆。在我找到1块钱还有10块钱的史莱姆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世界上哪里有100块钱的史莱姆这样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给我找到一个33块的史莱姆。哦，我灵机一动，如果我把3个都拿走啊，这样我不是买了100块的史莱姆了？哈，我把整个柜台都清空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史莱姆的质地吧。圣诞节快乐！我知道还没到圣诞节。今天呢，我要来拍史莱姆系列了。对大家，其实我要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我打算前进了，我真的不想再拍史莱姆了。那一支可能是我最后一支的史莱姆影片。我只是觉得 ，OK， 圣诞节就给我的老粉们一个圣诞节礼物。就我知道你们是因为这个才开始追踪我的，可是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人，我觉得没什么好玩的。我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想要尝试更多的手工方面的东西，是挑战类的。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看的塑料项目，留言让我知道，我真的想要前进哦，希望你们也跟我一起前进。可是 anyways， 快到圣诞了，决定给我的老粉们一个惊喜，希望有满足到很多怀念以前的我的你们。很多人讲哦，怀念三年前的你哦，怎样，我要怎样变回小，变回三年前的我。 like, no, 其实我很喜欢现在我。如果我答应你们，我会尽量拍多一点你们喜欢的影片，希望我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 Let's start。 今天呢，我们来试试1块钱的史莱姆、10块钱的史莱姆和100块的史莱姆，看一下有什么分别。其实它也不是1块钱的史莱姆，它是93的史莱姆，没有想到吧？对，它就是93而已。这个呢，就是10块钱的史莱姆，12.9块的史莱姆，可是也是10块的。它呢，它就是有超漂亮的彩虹颜色，噔噔，它是这样子的下面。可是你透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彩虹史莱姆。它呢，这个就是今天的100块史莱姆。当然，这个东西自己是没有100块，这个东西是33块。我买了3盒，哈喽，所以就是99块，45肉就100了啦，就凑成了今天的100块史莱姆。OK， 所以我们先来开箱1块钱的史莱姆。关于这个1块钱的史莱姆，我觉得它的质地应该偏差，到最后我会有一个拯救史莱姆。最后发生了更无语的事情，让我彻底忘了要改造这个。Oh my god！ 真的是离离原上谱。Hello， 这个不是史莱姆吧？什么东西啊？这个球吗？弹弹球，弹弹球。让我们试一下它的拉伸能力，还有 Oh my god！ 里面有头发。哇，你们有看到吗 ？Oh my god！ 呀、yeah, 啊、！Oh my god！ 不要留在我的桌子！呀、yeah, ，为什么会有头发 ？Oh my god！ 这个触感 ，Oh my god！ 有头发！好，我不想动了。OK， 所以它是 Oh my god！ 如果不是为了拍这影片，我就不会再动它了，且也不能搓。OK， 它的拉伸。你们有看到？是我这样的条头发在里面，很好吃。是谁的头发 ？OK， 它这里写是没有有毒化学剂，也对皮肤友善的，对环境安全的。哇、啊！我看到第三条头发，大家，且也不能搓，我真的不能了，我真的不能了，这个东西我真的要丢掉。Oh my god！ 哎呦，虽然但是你真的不用一直重复，还有很多头发都还臭。9%，真的送我的标，没人要送你啦。期待等下最后的大拯救吧。把头发留在我桌子现在开箱10块钱的史莱姆，给我一个 house 五只。哦，还有一个东西盖住的，果然一到10块钱就不一样了。90%的史莱姆，我们先玩紫色的吧。哦，很痛快这个史莱姆。OK， 等一下它有香味哦，哇哦，刚那个韭菜的是很臭很臭，是跟你一样臭吗？哇，这个是有香味对吧？还有葡萄味，然后它可以拉伸，哦，可以搓，它是比较水晶质地的史莱姆。OK， 通常透明史莱姆都很容易融化，可是这个没有融化，可是没有到很好拉伸，它是比较水的史莱姆，你一拉它就会断掉的那一种。你再重复，我就要转台了。对，勉强可以啦。OK， 哦，它的葡萄味哦，你玩了2下哦，你闻它会有一种工厂的味道。OK， 要加油耶。第二个口味是黄色荧光，哎，它是不是可以？我感觉好像可以在黑。你真的想太多，呵呵。
会，它透明度都做得很好哎，这个没有香味耶。OK， 这个其实它们三个是一样质地的，都是那种一拉就断掉了。哦，这个也是很透的史莱姆，它们就是很漂亮的透明史莱姆，可以拉拉，不要慢慢拉掉。而且它没有香味，不知道为什么刚那个有这个没有，起码它也没有臭味哦。这样第一款就是无语的妈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这不错，可以拉就这样，慢慢拉是 OK 的。最后一个是蓝色，很美耶，这个它的史莱姆真的很透，透明史莱姆，我觉得很漂亮耶。这个也没有香味耶，只有一股白胶味，而且你玩久了哦都没有香味啊，这个也很透明哦。这个的话就，这个就真的，这个也很透明哦。可是它们质地是一样的，没有香味，只有白胶味，而且也不能起泡。可以这样子哦，可是不能有那种很美的 cream 纹哦。这个字我有多久没有讲了？ Anyway， 我们把这三个融在一起，哇哦， OK， 哇哦，很美耶！猜最后出来是什么颜色？给你们三秒，猜猜出来的颜色。作弊的出街掉裤子，恐龙的感觉，恐龙的颜色。哦喂，青色要花色的吗？它出来是什么颜色？这个真的吗？白色 ，OK， 很神奇啊！这个颜色有一种透明的绿色，也告诉我觉得什么颜色 ？Yeah， 透明的绿色，也是一来就断掉。最后就这样，呕吐物的颜色，100块三盒，哇哦！我们来开箱其中一个哦，哇哦 ，OK， 魔法叫魔法。起源艾莎 be like， 听我说谢谢你哦。魔法药水，让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我还没想怎么开，然后最后它是这边可以开。你怎么这么聪明，真的好棒棒。一个魔法棒在里面啊，这也是奶角的，这样子摇，这样子，然后把材料放里面，这样子摇 Oh my god， 这东西是给小孩子玩的吗？忘记介绍，这个史莱姆是可以 glow in the dark， 晚上发光。它这里是彩虹颜色，希望它出来真的是彩虹颜色，不然我就要打人了。有胶水啊，杯子上面有那种凉的素，有那种度数的，会有一个眼珠，会有红色眼珠，散粉。哦，它还有一些小东西，还有红沙。首先呢，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红色的眼珠，红色眼珠真的很恐怖好吗？要准备所有的材料 ，OK， 就是正常的史莱姆流程。你把它的汤匙是真的可以塞进这个盒子里面，加入胶水，它的胶水是直接没有上面那个粘纸的盖哦。我以为这个容器是拿来这样用的，这魔法的容器是没有用的。跟你一样啊，加入胶水，加入 glow in dark 颜料，好像闪粉不用钱的那样倒进去。33块，这个史莱姆乖，5块钱都可以买到吧？33块真的是贵了。都知道这里的材料是多少钱了，已经。就加入，就是让它在晚上会发光的液体。这个颜色很浅啊，33块真的不值得，还不如买该12块的。还没有自己做，还可以借拿来玩。这个我还要自己做，做完还不满意。加一点闪粉，很漂亮哎，很美哎，哇！加一点粉刷水。那句话，它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好女人，那为什么出来效果是这样呢？给我一个解释。Oh my god， 它效果，让我拯救一下这史莱姆，加一点轻盐涂进去，自己做的呢都比这个便宜又好玩过这个。让我们加一点洗发水，史莱姆是怎么了？大家33块真的不要买，不要买，我后悔了，好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来，我们加一点白胶给。再重复，我就是狗。你弄不到你的手脚。这个吐出来了，就油比较好了。我拯救后，讲真，本来我是打算做一个 give away 的，这两个觉得反正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样我就不要再做了，然后我就做一个 give away。可是它这样差，觉得我送给你们，你们都不要的那一种。我决定我把他们拿出来，我们一起做吧。我们看一下可以做出
怎样比较能靠近100块史莱姆的纸底。打开这个棒都没有用到，这棒真的不懂拿来做什么，我真的不懂。还有这个，我感觉它就是把一堆不要的东西或者是一堆卖剩的东西它就放在里面，当作是史莱姆的包裹。这个你告诉我拿来做什么，就是一个骗钱的大动作。 Anyways， 打开，对，就三盒一模一样的东西。它的金粉有不一样，这个粉是这个金色，这个粉是这样子，这个粉就也是纯金哦，就比较特别的。再一次证明他们每个都是不一样不同意的，他们就是把一堆不要的东西凑在一起当做是一个史莱姆包裹。这次的杂饭里面多了一个蓝色的荧光，这个是可以在晚上发光吗？它还是很坚持在每个包裹送你三对眼睛，我真的是栓 Q， 很恐怖好吗？这样我们就把两个的胶水都放在里面，既然买都买了就不要浪费了，还全部做成史莱姆。可是这次我们加入我们的幻听洗发乳白胶，让它有一点100块的感觉。现在真的没有，现在我们就加入蓝色荧光液，加完加完了，加入白胶幻听洗发乳。通常胶的史莱姆都会不错，到最后也 black free， 还是会把它的眼睛剩来做什么的。这里是66块，第10号一整个练习拉拉面的大动作，看起来像蓝色呕吐物，一整个大失败。Oh my 天！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加入刚刚我们做成功了的33块史莱姆，结合，这个是100块史莱姆。大家真的不要去买哦，认出那个牌子不要去买，谢谢。记住，大失败，大失败。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就是1块钱史莱姆，10块钱史莱姆，100块钱史莱姆。最好的竟然是这个10块钱的，这个10块钱的也没有很好，上一个里面没有一个让我满意。圣诞节快乐！如果你还要看更多影片的话，就记得点击四周围。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